积于云间。谁教给你们的？上官小姐。前方也分他？怎么会是他？青丝抹染烛花，寥寥回忆经年长，却只能装聋。若你雨后找到了尸体，我便来此守株待兔，没想到等来的是你。大半夜偷偷来此，想毁君的计？当然不是了，那我得亲手找到真凶，让你正式跟我道歉，告慰亡灵，也还自己一个清白。我不能平白被大人冤枉呀！尸体是会说话的，再不然就没机会了。他们应该是吃了什么毒药吧？我现在要找出毒源。大人，你看，大人，你快来看，这个就是毒源。从颜色形状上来看，从位置方向深浅来看，只能是他自己伤了自己。小心点。上官小姐可以平复公子的心绪？让我想。没事没事，心晶晶晶晶金豆掉了三大杯，天亮推倒衣服架，吓坏我们金豆们。你看着我，潘越。潘越，看着我清醒一点。烦死了，我不是上官职啊。他都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相信你。那个时候他是真心想嫁给你。没骗你吧？灵儿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小姐，这些油伞若是久不被雨淋，就需要时常拿这些湿抹布擦一擦，才能保护它不褪色。那我帮你。那我再去多拿点伞来。去吧。怎么了？